变形联盟，巨额变形。能量流失得很快。嗯，自从基因石破碎以后，我们的能量系统一直很不稳定。嗯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支持不了多久。我们合体武装力士，武装神机，速战速决吧。好吧，聚合变形。只是能量快用完了，幸好成功击败重兽了。竟然还有虫王，我们超神合体吧，只有尽快解决它，我们才有机会获胜。普利士，你这计划正合我意，我们的能量已经支持不了我们超神合体了，万一没有时间考虑了，超神合体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！大家不用气馁，这只是特训而已。嗯，我们身体里的能量系统受基因石碎裂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。队长，请问你有观察到什么异样吗？我也看到了，我对比了之前几次的训练，确实如你所说。要是现在有外敌入侵地球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研究组已经给各位开发出新的机体和武器，下周就能进入测试，希望能解决现在的难题。啊，有新的机体，那就太好了。连元气小伙子都有新的装备哦。居然连海城那小子也有。今天很高兴迎来各位家长和孩子们来参观昆虫博物馆。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，他今天将会作为讲解员给大家介绍博物馆展出的所有昆虫。他就是我们的昆虫小专家海城，大家掌声欢迎。
海城上彩车了。亲爱的小专家，我们是不是要做个自我介绍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城，很高兴受到馆长的邀请来为大家介绍各种美丽的昆虫。我从小就很喜欢昆虫。我不喜欢虫子，讨厌虫子。看来我以后不用喂你虫子了。要吃虫子，要吃虫子。好吧，下面有请海城小专家为大家介绍各种昆虫。请大家跟我先看看奇妙的萤火虫。哇，这个是刚才的马蜂真够吓人的，给它遮一下可不好受。怕什么，你跑得那么快，就算是马蜂也不一定追得上你啊。好了好了，下面就是今天压轴的大明星巨人食鸟蛛。看来大家都很期待。巨人食鸟蛛生活在亚马逊森林，极其罕有，最大的能长到24厘米。海城，你刚才说巨人食鸟蛛有多大呀？能不能穿过那个洞呢？怎么那个门没有关上？食鸟蛛呢？我的鹦鹉！各位家长，请你们照顾好孩子，不用惊慌，我们先有序离场。哎呀，我的鹦鹉！一定是巨人食鸟蛛，现在它逃走了，为了自我保护，会有很强的攻击性。很强的攻击性，海城，这个脸那么大的东西，估计就是我们要找的。小柱子，你不要在这开玩笑了。小胖，别动！救命啊！快把我弄走它！海城，今天真的非常抱歉，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疏忽。可是巨人食鸟蛛只是自我保护才逃跑的，但现在今天这样的结果大家都不想的啊。馆长再见了。怎么停电了？海城、海梦，这么晚了，姐弟俩上哪儿去了呢？怎么停电了呢？队长，请讲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各位，本来应该让你们好好休息，但有突发状况需要你们帮忙。什么情况？请你们先看一下卫星视频，查看一下变电站附近。我不是眼花吧？是虫族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的变电站受到虫兽袭击，现在全城的电力供应系统瘫痪了。明白了，我们马上赶到变电站。很好，原定下周测试的新机体我们现在运送到变电站，直接实战测试吧。有新机体使用，让我热血沸腾了。好，出发。变形联盟与海城再次面对强大的敌人而陷入苦战，幸好及时得到特勤队全新研发的新机体进行升级，成功击败对手。与此同时，一股目的不明确的神秘势力即将到达地球。海城，你和海梦现在在哪里？神机手，我们还在昆虫博物馆，但这个区域停电了。停电是因为变电站被破坏了，我们怀疑是虫族干的。虫族？我们只是怀疑，现在刚往现场去调查，你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保护好自己。你们也要小心。怎么办？虫族又出来搞破坏了。
如果真的是虫族，普利士他们一定需要我的帮忙。可是，海城，我和你一起去，等我一下。啊！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如果有危险，你们就躲在我后面。你们工作麻利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收集足够的能量就马上撤退。哎，原来真的是你们虫族搞的鬼。又是你们几个多管闲事的好啃星叛徒，我并不觉得意外，而是意料之中。璎珞，你们虫族不藏起来安安分分，反而出来作乱。你们没发现我已经进化了吗？现在我的名字叫鬼影。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只要你们破坏正常的秩序，你们将会再次被打败。谁被打败还说不定呢。独自出战，大家小心。就这点本事。长斌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只是刚才训练后我们还没恢复，所以。在虫王力量的加持下，我们虫族已经完成历练进化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赐予你虫王无上的力量，尽情破坏吧。我们现在马上变形，教训教训他们。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怎么可能？应该是我们的能量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机体了。还没开打就脚软了，看来你们变形联盟的日子到头了。工蜂兽，去把他们拆成废铁。这次完了。全力攻击虫兽，解救变形联盟。海城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我们用海洋博士留下的资料为你和变形联盟研发了一套新的装备。队长，爸爸留下的新装备。嗯，赶快帮变形联盟升级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我们虫族只是想找一个拥有丰富资源赖以生存的地方，变形联盟，你们和这些可恶的人类老是阻拦我们，我饶不了你们。他们只是为了有一个生存的空间。海城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姐姐，我们人类忽视了其他物种的生存需求，所以产生了矛盾。海城，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，但前提是不能侵害其他物种的利益。海城说的对，这些虫族跟那只食鸟蛛一样，他们已经侵犯了其他物种的生存利益。你看看，那些是你的朋友，如果你不行动，他们将会失去生命。海城，不要纠结了。海城，我们赶紧启动吧。只要你启动系统，纳米机甲更新才会发动。海城，变形联盟聚合能量，
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这是这感觉太棒了，我们的能量恢复了，就好像刚改造完成的感觉。哼，装模作样，毒刺消灭他们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是。变电站能量，烈风暴长臂，你和我对付毒刺。是。就是蜜蜂，蜜蜂的飞行能力很强，攻击武器主要是尾刺，而蜜蜂的尾刺与它的内部结构是紧密相连的，只要失去了尾刺，蜜蜂就活不了了。那就是说破坏了它的尾刺系统就可以打败它。嗯，是这样的。好吧，烈风暴长臂，我们上。我们的计划，我一定会回来收拾你们的。海城，幸好你在紧要关头启动了升级系统。这可不能算是我的功劳，是多亏队长及时送来新的装备。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职责，哈哈，还是得感谢变形联盟不惧危险为我们人类战斗。我们只是为了维护一切生命的平等而战，你们都不用退让，这次的功劳应该归我长臂大人。还有我呀，是我提醒了海城的。大家收拾好现场，抢修变电站。浩肯星竟然再次派人来地球，这次到底会是谁呢？